刚刚网好卡，现在还卡不？刚刚应该是连错 WiFi 了，没办法，卡了。谢谢谢谢，刚卡了，我弄了点歌听一下好吧？为啥？咋回事呢？小弟，好像卡了。王者荣耀卡了，有啥妹子啊？我在我的叫什么呢？我只会说方言的，然后应该是姑姑吧。我弄点歌听一下，怕等下打游戏卡，我刚刚掉了荣耀分哦，很难受。怎么这都进去了？我这都进去了，我的歌，吓死我了！欢迎欢迎！哇，刚刚我吓死我了，我去，差点没进去，不直播哦，不通宵。秒进吧，快不快？秒进吧。对呀，谢谢陆毅送的礼物。跟他们说一下，我刚刚卡了。哈哈哈，很尴尬。那肯定要跟队友沟通一下，对吧？今天画质是不是有点差？我玩的有点卡。催眠吗？有这种功效？666。我直播到。哈哈，我直播1个小时了，好吧。是不是画面不是很清晰啊？对，我12号晚上应该到基地。你看我的网会跳。我等下用流量直播吧，我没事，这波他好像看到我了，没事打他一套，他凉了，哎，这里面还有达摩，我去，我的哥，吓死宝宝了，幸好我反应快。我应该有要早点睡觉觉，我才不。放假的时间总是很短暂的。哎，达摩刷野好快呀！对呀。为什么这么老牛要跟我吃钱呀？跟吃经济很难受啊！我去，不对，好的，知道了，了解，下路凉了，打不去下路招，他们家还有红 buff，他们在开龙，我们直接去打龙，龙 buff 对，不能他这么说啊，猪鲁班看到没？项羽推他，懂我，这老牛抢人头是有点不够意思了，我们把他们红给反了，哎呀，你这都没上去，很尴尬，项羽好多可能会过来。我们再蹲一下，先打人。
躲个小乔的技能，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直让疯狂按平 A 就好了。谢谢所有送的许愿币。哎，他想抢我的技能，不存在的。等一下，他敢过来吗？我秀你。算了，不秀了。他敢去我家野区撒野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会看。哎呀，我忘记出那个装备了，难怪。我们直接杀到红区吧，然后去下路帮他一波，下路都被打爆了，这人真可怜。再抓一波，再我们继续去他们红吧。哎，为什么？我有点卡哦，差不多，22、23，忘记了。他叫我撤退，那我走吧。我们去他们家红吧，逛一下，中心干他。我们先下去，然后骗了个二技能，或者骗个大招，骗了一个。好了，二人多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弟弟救我，弟弟，别，哎呦，别，哇，有点卡，卡没有啊？我有点卡，二技能没按出来，不然我二技能会就把那花木兰标给躲了。我知道他要闪现一技能过来，二技能我还是被他打到了，很难受。这波红进不去了，这木兰要装备一下，不然太肥了，这应该是死不掉的。他们删了。上路怎么样？哎，上路这个他应该有被动，但是有个炮兵，我们帮他一下。哎，这兵怎么来了？有点卡。这个时候。哎，捡到一个人头还是蛮开心的。这上路这两个人应该是杀不死的，我们这有点卡，你知道吧？谢，不然这把我无敌了。要什么？那就守一下吧。我感觉他要凉啊，拖我节奏啊，这样子我真的不想守，然后我的红就被偷了。哎呦。这里肯定有木兰等我，嗯，哎，没木兰，木兰漏了，他回去了。我们蹲下木兰，不然木兰太肥了。好卡呀！等一下我用流量直播吧。我们蹲下木兰，我们在这里假装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们在这里躲。谢谢，看到没有？他会主动上钩的。这人头被我直接拿到了。不出我所料，他真的来了。达摩在左边，我们这边别放。项羽干上去了，我们就先别急，先别急。达摩没钱，我们好，就是现在。他肯定要放大的，哎，这很聪明。A 不到 A 一下，猜一下平衡，少点输出，下来能猜。我们再蹲一波花木兰，谁到谁叫他针对我的？再蹲了一波，别出去，对。花满闪现好了，现在不过他应该很猥琐，听着我兵线。哦，他闪现好了，我们还是要越塔杀他，这是谁叫他？哦，救我弟弟，弟弟！这人这牛魔威他顶一下的，吓我一跳，幸好没，幸好他那个下轮技能没好。我就知道小乔会有各种骚操作，谢谢是夏夏送的按钮。
这有个达摩，他到时候应该还有，他有来 buff 的。我们现在往上打，多少要去开一下，可能有人蹲着。有个小伙子等着，如果没事，我们这时候慢慢偷偷进去。对，然后这小伙伴打他。哇、哦，他有个东西，你看到没？你们，他有盾，不然他凉了，视野都漏了。不过我们这时候别慌，上去输出现在，输出不了了。我们先别去，木兰，准备弄。好，就是现在可以的。这啥家庭啊，有点抠脚。这鲁班伤害好高啊，这鲁班伤害好高啊，我要针对他一波。这木兰不针对木兰了，我针对鲁班去。典韦应该凉了，这有三个人的，木兰在后面，应该凉了，不出我一块凉了。哎，他的大招刚刚是在 CD， 我就感觉他的大招没这么快。这人是杀不死的，我们就刷野怪吧。小小野在这。鲁班打死了，大龙其实可以开，但是这种局就不开了，杀人再说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，我这里怎么还有个夏侯惇啊？没事，我死不掉，躲个二技能。呜、哦，凉了，被大鲁班大刀空到了，他怎么就冒出来一个二技能？这老板千里捡龙头，这个小老板是有点开心啊、哦，莫名的就多了一个龙头，哎呀，一脚踹他，可以啊，这项羽，噔噔噔噔噔。没事，我们等一下针对他。有点卡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在开龙了，黑龙，黑龙不能放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小哥哥们！哇，我的龙被偷了，我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我要把你们一波。木兰呢？别怕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这人这队友不跟我配合，咋整啊？这也就下我的进去，没事，他杀不出。呜、哦，我就知道这个小将很嚣张，木兰来了。别急，我们假装不知道。哎哎，我怎么在外面？很难受。我草案懂了。朝外蹲了，朝外蹲了。典韦需要加鸡腿吗？状态不好。好逗，达摩呢？达摩呢？别再蹲我了，达摩。
又开始卡喽。我是真的很生气。我操，我哎，我卡死了。我一技能过去，一技能按不回来了。撤是撤退吧，不然一波了。好卡呀，我等下用流量直播吧。一波了。一波了。正常来说是一波了。因为下轮还不行，我复活拯救不了。看来是要五杀了。四杀五杀一波了。我这边有大还不一定。哦，杀了。凉了。我想把小小秒掉了。我换个网吧，不然太卡了，玩不下去。我没说了，换个网直播，不清楚哦。这都输了。